我们那天唱，我现在关麦啊。我们那天唱歌啊，唱的时候又都在点老歌诶，超好笑。然后就觉得惨了，那个新据点只有老歌可以选，大家都没在唱流行歌。因为那时候在场唯一会唱流行歌，感觉就是比较像哲平。那时候把生僻字一口全部唱完。超强！安安安，安安安安。然后那时候唱了一首歌，完全没人知道，就只有哲平喊了一句"大陆鸡"。我说："哦，至少有人知道。"是与龙共舞的那个，他们坐直升机的那段歌，就在人们遗忘的梦里。没走。那下次如果兔窝聚会的话，要挑那种麦克风直立的那种，然后谁点歌谁就要上去唱。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玩。哦，不行，试试看。哦，这也是最后的那个地方吗？有点小迷路啊！就这里吗？哎，所以是要先踩点。没有，我要下去找他，我找不到过去那边的路啊。因为我今天那个点好像是在楼梯上吧。没有，那个点不是那个点，我们要先去找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在这里啊！好呀，对忘不起。记了，等下我要开麦，我要开麦了。阿言，下雨上飞机了没？我在去直升机的路上了，我把车子炸了。炸好了。嗯。这也是死路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瞄一下。哦，这边可以走啊，难怪，我也注意到。我上直升机了。好。哦，到了。匕首咔咔一下，触发不了。两个一起来，快点！就说要先踩点啦。好吧，要先踩一点。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去踩黄点，还是我去踩啊？你去踩吧，快点，加油！安静一下。好了，哦，快点，yes 啊，笑死！哦，我看到你直升机了，
你就在监狱上面徘徊哦。嗯。你会定点吗？会，可是我前进有点慢，我不太会开。没关系。车会被回收掉。然后就是会绕着你，然后你就帮我射就好了。你要低一点，你要低一点，你那太高了。啊，上车。先生，这样呢，够吗？看不到你。我要先干掉，好好。反正你看得到敌方子，敌方的喷射机嘛，你就射他就好了。好，你那么高可以，那么高可以。你应该可以切换成那个吧？你按 tap 应该可以切换模式。飞弹。对，用成飞弹模式。有吧？有。来了来了。在追踪他了。然后你炸掉之后会有新的过来。好。哎，我炸到车子，我侦测不到飞机。那你飞高一点。那他的怎么还在后面啊？要去接他。我要去接他，等一下。有吗？射到了吗？欸，他在哪里啊？哦，射到，射到了，他倒了。好。哦，在这里啊。还有人啊，我去解决他，你去拉。要拉他出来吗？还是我拉？好像要全解决。那我们就先解决吧。走。来了来了来了来！哎，我枪怎么不见了？哼，没了吧？你那边有弹药限制的。嗯，我的飞弹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没，再让他解决吧。好，一直在跑。看你要不要，你等一下还要去接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们要去海边跳伞，跳完伞之后你要去海边再接我们。哦，好。看你要不要下车去捡枪，不过应该是不太需要。好了，来，我要引他来撞你。没有吗？啊，没了，上车，然后去后面接一下那个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我要去接他了。上车好了。哦，啊，走错地了。在这，我会坠海，坐直升机哦。你叫夜猫说你会坠海啊？为什么？讲的啊。他又没跟我玩过。冲啊，飞弹没了吗？我们出来了。跟上，跟上。出来了。对，啊，好，我是哦，老位置了。欸，嗯，我先跟奶奶带一下，说会稍微知道一点。
不是这里吗？哦，对啊。好，我盘旋一下。你到了吗？在上面，在上面了，在上面了。好。好了，我在跑道上了。哎，奶奶。奶奶。奶奶，我会迟到一下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我这，快来，我这。啊，岩笑帮忙射一下空中直升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打开侧门。干飞机。射一下后面那个。往外跑，往外跑，不要管他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在这里啊。那个，我再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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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哎，那个位置不太对啊，那个。是啦。我怕你会 K 到那个前面的石头。要要，有人要赶晚餐，不要。你们心情好，放我走。好，元宵在玩啊，晚餐呢？不是，跟你讲，没事，你就跟他抢劫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吃。哦，原来是只有你们两个。哇！啊？不是有直升机？快好，快好，快好！哎，有直升机在追我们。那爆炸的是元宵办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有人秒我。哦，那个是监狱的啦，我想起来，监狱不能经过那里。监狱有导弹的。还好我转画面。这黄点很高哦。对，还蛮高的。你像你刚刚看到点点吧？有，我正在往那边缓慢的飞行。那你帮我跟他说我爱他。麻烦等一下接我们的时候降落好一点，有点怕。太高啊？没有、啊。差不多了吧？这高度应该是。对啊。点还没到、啊。对啊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有啊，到了吗？黄点呢？还没有，还在前面啊。你有看到了吗？不是，黄点在前面啦、啊。地图都看得到它嘞、欸欸。下面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海滩的啦，海滩的。看到在下面啦。我有居高症。闭嘴。摔死好了。摔死重来。对。啊，那算了啊，那，我们这个重来是要全部重来哦，二十分钟哦。我知道啊，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呗。你们那边快要晚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看到黄点了、啊，我在往前那边走。干嘛？难道我们黄点不一样吗？一样啊。没有啊。那我要降落。一样。降落的时候小心点，不要用那个螺旋桨搞到我们。那、啊、你在哪里啊？可以换直升机驾驶吗？不行。哦，好吧。你怎么那么久？第一次看到是直升机比我们还慢的哎、欸。因为我不太会开啊，我顶多就是跟你说我会开一点。我是不是要先离远一点啊？我觉得躲海里还不错呢、欸。对啊。你去哪里？你。慢慢你过了，你过干，我觉得会死哎、欸。这下来的房子看起来有点危险哦。你等一下，你要去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你看起来像坠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坠海了、欸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安全安全安全。等一下，你在那边吗？还是我们过去找你？你先想办法降落，降在那个可以 K
可以让我们上去的地方，我们自己去找你好了。那个有，那个有点距离、欸。来来来，他好像可以。等下你就是，等下就是八都不要按，你按 S 就好。S 点棒点棒点棒，好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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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棒点棒。哎、欸，按下四根，按下四根呢，按下四根呢，四 A 四 A 四 A。你靠近海边，好好好好，然后按 S 按 S 按 S 按 S。按 S可以，吓死我了！走，上升 ，W， 哦，可以，可以，然后四，按四，拜，四 A， 好，然后 W 按着就好了。朝着那方向就好了。嗯，按 D， 看起来我只要稍微飙一下车就能准时。好 ，W 才往前 ，W 跟八加八加八，八，按住它，按住 W 和八，八要按着哦，你不按你要按八按着，两个都要按着。然后在 RP 还要假装自己不会开直升机，好困难哦！啊？我是不是觉得怪怪的？啊？怎么怪怪的？我只是怪怪的。对啊，不是已经飘？不是已经？不是应该结束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你们的画面没有结束？为什么不见了？你不会离开了吧？没有吧？你还在开直升机？啊，在开啊！在开啊！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小地图都不见了，好吗？我小地图也不见了。哇 ！bug， 哎、欸，有了，吓死！干，吓死！又重来，又重来。奇怪，动画，我们都比他开的都比他远了。嗯哦。我都快吓死了。阿莲莲要吃什么？意大利面。好吧。居然。不然也不知道吃什么，昨天想了很久。分桶七万五，哦，我第一次解完这个，假的。我每次好像都解到一半，就有人有事就。对啊，像上次也是。买最难桥哎、欸，最难揪。耶、yeah. 那我要先出门了。好啊，拜拜。哈，我还没有穿衣服哎、欸。不要穿啊！不要穿啊！不用穿啊！不行啊！没人要看的、啊，光不用穿啊！没人要看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那画面还很白，您的射得出去啊？嗯。该不会强制把它关掉了吧？哇，你强制关掉应该会很好玩哦。强制关掉，等一下二十分钟重来，你就是什么都没完成。没关系，就放着给你们打好。好。反正你十五分钟后就不见了。反正他还在换衣服啊，你还可以等他的。不是，他是说他不知道他家到那边要多久。哦。哎，我是知道到那边要多久啦，只是还没穿。哎呦，居然。画面好白哦。太白了吧？为什么你全白了？卡在这么画面那么久？干，我这样就直接开个那个啊。桌布，然后贴个全白的画面上去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每次到最后就是这样全白啊！天。对啊。恐怖哦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就在你家了。开个手游好了。对啦，电风扇。呀、yeah?。太久了吧？正常、啊。还真白。我完全没有，我完全不意外。所以，哎。好了，关台啊，关台啊，关台。嗯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啊。因为本来想说他一开始是说要抢最后一张，那说好、啊、最后一张开个小台好了，就哪知道从头开始抢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啦拜啦。